高丽风台是真强做强的风台，顶届这个三度的风台，高雄真侪落树倒去，全高雄市有32万丛落树，2500件落树倒去，毛真侪这车辆好倒去的落树，肯定是毁损。市府长动员是手机固定树啊，嘛派人巡查空地、工地，啊个大楼，提醒因做好相关的防护。顶届风台，再来强风大树直接风吹倒，搁跌伫车顶。另外一摆停伫桥脚人行道的奥特曼嘛，被吹倒落树砍掉。另一间丰泰高雄市专区32万丛的落树，有2500件落树倒去通报，嘛被市府干部局提起民众。丰泰来的时阵，唔通把车停伫落树脚，也是伫附近。公务局已加强防台准备作业，并提醒民众，台风会伴随强风和大量降雨，为避免路树折枝断落损坏车辆，建议民众不要将车辆停放于路树下或附近。改停放空旷处。市府29号开始就积极防台，动员人力防护行道树嘛，检修路顶，而且准备救灾机构来台面，发现树倒会赶紧来排除。虽然有人烦恼高架桥停车的数量无多，开放的校园嘛可能有树倒，将来当地停车的时阵尽量来观察。很多地方，如果你没有停出来的话，地势太低，车子又会有损毁。然后一出来，又要考虑到这个大树哈。冬天不是都开放停红线吗？嗯，对啊，就停，我会建议停，就是高处啦。那个大门刚进去那边也是种了2排树啊，那边也是蛮危险的。那操场通常操场都很空旷啊，那学校地势也比较高。市府嘛针对工地大楼巡查，提醒要注意吊车位离应急风火，大楼就是要注意广告的看板，还有磅布甲冷气机。这个风台高雄平地4天累计雨量有250毫米，山区到450毫米。除了提供民众刷包，嘛要甲25个止洪水拢排空。记者王刘婷等天空局报道。